心超沉重的。今天生日，然后突然被一个整懵了。对，啊，明天就整去警察局报警，然后再看能怎么办吧。我现在准备要去警察室，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了。到了，刚从警察局出来，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。好，看到雪了，这旁边就是清溪，超漂亮，而且真的看到雪，期待已久，而且我真的超幸运的。现在大概早上七点钟左右，然后呢，我刚才真的是被外面的那个亮光给就是惊醒，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已经有日出，那个云彩这样过去，我就觉得哇超漂亮，也要给大家看一下。结果刚才是就是被外面的那个微微亮光，然后就醒来了这样，然后想说，哎，赶快出来看一下，因为这太美了，就看到那个云彩这样，就觉得哇哦，我不能错过，对，所以就匆匆忙忙就跑出来了这样。它这边早餐超级丰盛的，有牛奶啊，然后南瓜汤，还有面包司康，巧克力司康，然后还有什么蛋啊、香肠，然后火腿沙拉之类的，超丰盛的，还有优格这样，现在是还有优格。可以试试看吗？好赞哦！那南瓜汤超赞，因为我本身是会有一点点，就是比较不喜欢南瓜味道，但这个完全可以，很可以，就是我超喜欢这个味道的。这汤南瓜汤真的好好喝。刚吃完早餐，然后老板还很贴心，就是他还多给我两个司康，就起司的司康跟那个可可雅的司康，然后还帮我续南瓜汤跟那个热茶，这样就超贴心的。对，然后呢，
今天，对，我今天就要离开那个富良野了，然后就准备要到函馆去这样。对，我也想念这边的，因为老板人真的太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函馆见咯，拜拜。经过一天的坐车，终于到函馆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就赶快先进去 check in， 因为坐车长达快七小时了吧？对啊，然后从早上十点到现在下午已经五点多了。对啊，那我就先赶快去 check in 吧。说一件事情，刚才在 check in 的时候，然后才发现我护照不见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大概已经晚上了，就已经大概八点了。对，然后没办法，刚才先问住宿说我没有把东西遗漏在那，这样就是把护照遗漏在那，然后他们说没有，这样，所以我就只能挨个。就是接下来我就要只能等明天，然后现在因为现在很多就是 JR 的车站他们就是都已经关了，这样就已经太晚了，就已经现在已经八点，就已经太对他们来说太晚，所以我就他说只能明天早上七点，然后可能再到就是我住宿的柜台，然后再请他们打电话问，希望是可以找到，心超沉重的。今天生日，然后突然被一个整懵了。对，啊，好啦，现在只能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反正焦虑也没有用，因为也现在只能这样。然后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那就明天就只能就去报警，然后就只能去警察局报警，然后再看能怎么办吧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多店也都关了，所以只能先去那个刚才查 Google Map， 然后说那个函馆港滨美食俱乐部那边有开，所以就想说先过去逛一下吧，看有没有吃的这样。大家早安啊！今天是11月28号，因为现在才早上，还没到九点这样。然后刚才有跟柜台询问了一下，大家讨论之后，然后就说大家先去警察局警察署报案，然后报遗失，然后
接下来到那个札幌，就是由头头到札幌补办入国申请，临时的入国申请这样。我现在准备要去警察署，去报遗失这样。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呢。不能说什么，就是无奈而已。但是大家就出去玩的时候，记得护照要随时检查。到了，刚从警察局出来，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。好，就是呢，总之一进去之后我就说我遗失了护照这样。对，然后遗失护照之后他就会问你相关所有讯息，就是包括你的姓名啊，然后住址啊，然后什么时候遗失的啊。对，然后刚好因为我有在记录的关系，第一个要带身，就一定要带第二证件，就是什么身份证啊或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就我跟他说就是我从哪里遗失的这样。对，就是我说我从美英然后到富良野然后到哪些车站这样，然后就跟他继续名的讲，但我是用英文沟通还有日语的，就是我们是透过第三方翻译软件去沟通这样，就是有我跟警察是日本的，然后还有他还有另外一个沟通是翻译这样，就可以英文跟我对谈这样，然后再跟警察对谈，所以我们是三方通话这样。对，蛮特别的一些回忆。然后我们从大概其实时间将近快一小时吧，对，然后就是沟通所有细节这样。然后就是我先报案，然后写了那个遗失的申请表，对，然后申请表之后他会给你一个番号，就是你的报案的号码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再到那个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处嘛，然后去跟他说我这个就是报案的号码，再去申请那个临时护照入国申请书这样。对，大概是这样的过程啊。因为刚好我11月30日到12月1日会去札幌，所以就是刚好会先过去一趟这样。对，好啦，至少我觉得整趟下来我觉得还蛮暖心的嘛，就人都蛮好的这样，虽然有一点点沟通会有点小小就是小小 delay 这样，但我觉得希望能找到。对，但是没有找到没关系，就是我已经尽我所能，就是赶快把它办一办，然后其实想象中比我花的程序还要短一些些这样。对，然后就也分享给大家，如果大家当然不要丢护照啦，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护照遗失的话，就记得就先去警察署这样。对，然后跟他说你遗失护照，然后具体细节等等，然后再去办那个入国申请书这样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临时护照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先去逛金生仓库跟那个小丑汉堡了。对，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站见啦。现在已经走到那个金生仓库了，来去逛一下。啊，很好笑的是，刚刚那个旅馆跟我说，我掉在富良野的旅馆里面，真的是啊，幸好有找到，幸好一点。I reach through mysterious ceilings, my only hope. I look for the things I don't know.Show me where the ending goes. Honestly, don't. I should be the last to know. We're all in this. I stand alone. It's number one. Ah, okay. One. One.
はい、召し上がりでチキンバーガーですね。啊，终于到！我现在刚才外面下大雨，然后我就直接就是到对面逛完精神仓库之后，然后我买了一件 T 恤，很好看的 T 恤，就韩馆限定。然后买完之后呢，我就到，因为下大雨，然后就赶快就是到对面的那个幸运小丑，就是墨广店吗？对，就是要靠海的这个，然后来吃幸运小丑的汉堡的，等于天生很有名，然后可以看海。只是外面今天天气不太好的。Hello.然后我点的是那个唯一的 steak， 就是它总共是968的。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来吃过了，就是很久，大概十年前了，所以大概也不记得长什么样，就味道也不记得，所以特别这次来吃一下，想说品尝看看这样。它的招牌汉堡这样。直接唤醒我的记忆耶，这个味道，它很像唐扬鸡吗？对，就是那样的一种鸡肉，然后一个汉堡这样，而且它的生菜超级多，就是跟要比台湾多超多，就是这我很爱点，因为我超爱就是吃汉堡的时候吃新菜这样，所以还蛮不错的，蛮符合我胃口的。它的鸡肉都很不错，它总共吃到三块，然后它里面也不会太柴，它就是还是有汁在里面，就整个是很合我的胃口。薯条长这样，那酱很像那个意大利的肉末酱，有这样的感觉。那这只有够罪恶的，就是它整个酱的热量爆高，然后再薯条，其实整个热量是超级爆高的。然后，但是它也有点重口味，所以如果不太吃重口味的朋友，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。但是如果你不在意热量的话，其实这个还不错。这样的氛围，就是播着很复古的音乐，然后再加上就是很宁静，可以看着海，然后吃就是喝着饮料，吃着东西这样，很疗愈。我现在其实是下午大概1点左右来的这样，那其实已经很多了，因为今天是平日哦。然后来的时候真的超，就已经几乎是坐满的状态这样，对，就是。所以大家来的时候，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坐到那个窗边这样。我觉得还蛮值得尝试一下的，就是还蛮值得来一下，然后可以。如果你想要疗愈一下，我觉得这蛮适合的，提供大家做参考。Hello. I found my passport. What the hell? I contact my hotel in Foreno, and he said he found it. So I please. Yeah. Okay. Okay. Yeah. 好了，看来护照可以圆满结束了。刚刚那个我住在富良野的那个旅馆跟我说，他就偷走护照，然后会帮我寄到我接下来住宿的地方。对，终于，刚刚我就到那个今天早上到警察局这样，然后跟他说我找到护照了，对，然后跟他说真心感谢。因为原本真的是很 emo 的说，原本真的是
很无奈，但是那时候其实也真的很谢谢那个警员跟那个一个算是女警员嘛，或是女翻译这样，对，很感谢，真的。好啦，刚逛完那个金生仓库了，然后也去吃了新玉小炒，然后护照也顺利找到，那接下来我就准备可以前往那个函馆山去看夜景了。对，因为刚才其实下过大雨，然后我刚才他说预计会下到2点这样，对，所以我差不多就准备往上赶，希望今天可以顺利看到夜景。抵达那个缆车入口了，先来去买票，然后准备搭车。往返的那个票价来回总共是1800这样。终于到拥有那种百万夜景之称的函馆山的展望台。对，现在才下午大概2点多，对，所以还没真正日落。日落大概是下午3点多4点左右。对，所以我想说几千排卡位一下这样。对，只是因为刚刚尤其是有点飘雨，对，然后就想说来碰碰运气，对，然后来看一下具有百万夜景之称的函馆。从日落到就是夜景这样，然后其实现在更就是没什么人这样，对，就只有2-3个而已，还蛮好的。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卡位的话，其实前2个小时上来应该会是最好的方式这样。跟他说，因为像我平常有在爬山，像我们这种爬山的没有在怕冷。你把外套脱掉再讲一次。在台北，你在台北念大学？没有，我以前在台南念大学。在台南念大学？之前也蛮常去的，永康那边。我知道，对，我都会去那边打篮球，所以那边我家也是。
这个对，哎呦，好，然后一个信息给你，好，你说我要照片这样，好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夜景真的是超美，我一路从大概两点吧，就是下午两点，然后到晚上大概现在已经五点多了，对，大概快三个小时这样。然后再看到夜景，真的超美的，然后还意外的认识了一对台湾的男女朋友这样，对，还不错的经验。好啦，那。就准备去吃晚餐了，上面真的有够冷，就是大家一定要，就是如果你是冬天来，一定要先查好天气，然后建议真的记得带一个暖暖包或是手套。我光连我这种手套，就是大家看到这种暖的手套，基本上都没办法，就太都已经太就撑不了的那一种，对，就已经真的是很冷。所以真的大家保暖，然后卫生纸可能要带一下，因为很容易流鼻涕或什么之类的，太冷。对，好了。